期待高尔夫以及期待高尔夫 GTI 的那个气囊盖拆装哈，这个是期待高尔夫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跟 GTI 哈，看底座，先把这四颗螺丝给松掉。然后你看，这边压住它的声音，已经可以把它撬开。啊，把它撬开，这里面有两个哈，这一个都是往外搬，把你可以往外搬，要是拉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弹性难听一点，把它拖起来哈，不是往上拉起来，是往上，你再往上拖，都不要拆散，这样。